现在是暑假期间，会当讲是出外旅游的旺季。不过，伫故乡乡这间知名游乐园门口，游客并无讲真多。对此，园方表示，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搁咧等待疫情减缓，这两天的入园人数拢差不多伫200人左右。其实大家目前都是在观望的状况，因为呢，其实毕竟目前还是在第三级警戒的状况。那在三级警戒之下，大家是部分的做开放，所以大家都是属于观望的态度。在这两天的来客数的部分，其实大概都在100-200个人左右。有来到龙门的游客拢讲，伫厝关真久，终于会当出来佚佗，心情是轻松个快乐。而且冬日入园的人数少，各种的设施拢会当免排队升个吧。很开心啊！之前被关很久，对啊，然后线上教学被关一个月多了。哦，终于出来，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啊！今天有没有最想玩哪一项设施？这个一飞冲天，主要自由差啦，真的关这么久了，终于可以出来玩。对啊，是说很放松，有啊，有比较放松啦，对啊。因为着顾及游客安全，园方要配合实施1922实验制，设施定期消毒，不开放室内的空间，用餐也拢采取梅花座，符合所有的防疫规定。其实园区呢，我们就自动的降载，那园区的当天的入园人数就会先控管在2500人，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做线上的预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也是提醒游客来到园区，除了全程佩戴口罩以外，那也要配合我们量测体温、手部干洗手等等。那到园区里面呢，我们的餐厅呢，我们是只限外带。那园区也有配有一些户外的餐饮用区，那欢迎大家不要边走边吃，那带着您的食物到我们的户外餐饮用区这边来去享用食物。园方这边也要进一步呼吁，如果这段期间想要来佚佗的游客，会当采取网络预约的方式，方便因来统计人数。而伫7月底进前前来佚佗的民众，园方也会加上一副防疫的面罩，让人客会当安心的来佚佗。记者陈启华差不多。